生日是2月15号，血型是 B， 身高是165啊，大家看了都应该明白了吧？应该跟我差不多高呢。嗯，哦，真的，你有这么高？我有1.67米，好。你好高、啊！你能不能先看一下我的，先看一下我的资料？啊、你看看我的资料好吗？167，哎，不过我是整天都觉得，就是看猎人的双方上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个跟你那个身高就是一个高出来的感觉，好好笑啊！哈哈哈。哎，你怎么这个表情哦？好笑吗？嗯，好，我觉得好好笑啊，好啊，没什么。好笑吗？啊，不，好笑吗？不不不不，不好笑，不好笑。真的吗？不好笑，不好笑。嗯，好吧，你还没有加入，你还不能一起。我第二季会出演的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就不要这样子欺负我了。没有，谁叫你刚刚说我什么？你根很大什么的。我有说这种话吗？你说我一个什么怎么高出来的？什么？我好像没记得，我有说这种话吗？嗯。不过我很喜欢那个 ED， 就是动画第一季的 ED， 就是大家拿着那个雨伞一起跳跳。你就这样转移话题吗？是啊，不行吗？不行吗？那么就介绍到这里吧，我们已经很多说了很多话了。好，不，对，就是这样的印象。我对你的印象其实我真的不深刻，我就是感觉好像有个很高个子很高的那是谁？然后后来啊，他就是鲤鱼哦哦，这么高，就是这种印象啊。还有就是觉得配可可的时候，感觉声音好可爱哦。好的，我们就这样吧，下一次来好。好，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，然后第一次看到他们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也看不太清楚，就是也看不太清楚，因为正好是坐在那个阿丽娜那块。哦哦哦，就是哎，就是大家都长得很高啊，男生比较多，然后反正一站起来就是也看不清，而且很挺远的。可是你身高也没有输给男生啊。啊，好吧，接下来呢？哦，说吧，好。嗯，